我们平常也都自己有买来喝，这个还蛮好喝的，好可爱。我终于懂你说的可爱了。耶、嗯， yeah, 有听到吗？这个就是代表预约成功。我觉得我们这个应该可以拿去卖吧，就是我们这个就是代表预约成功。Yeah, 有听到吗？这个就是代表预约成功。小心哦，车子！而且我觉得今年夏天很不像夏天。我穿毛衣，你有看到我穿毛衣出门吗？我也穿这只衣出门。耶、yeah, ，我们走到了，好像有下一点点雨，先把雨伞收起来。到了，这是这间，好可爱哦，就我超大的，我很喜欢的工业风，就是在这里拍照会很可爱。跟它拍也没关系啊。哦，对啊，就红色机车哦、啊，走吧。柠檬棒蛋糕，然后这个是抹茶司康，然后我喝了一杯美式，然后 Luna 是喝拿铁，但是她把牛奶换成燕麦奶，燕麦奶就是对那个乳糖不耐症的人非常好，燕麦奶就是这个 Oatly 这个，这个我们平常也都自己有买来喝，这个还蛮好喝的。哎，我们要不要去外面拍照啊？对啊，给你们看一下这边的环境，就是蛮大的，很好看啊。我们去外面拍照好不好？趁天还没黑的时候。是7:13，这边这边，我刚刚就有看到有人走出去啊，是故障固定的门不能出去。你看这边很漂亮，这是他们家外面，对，它收起来了，这还蛮漂亮的，都是。超可爱的哎，大家你们看门口拍起来是不是超够追的，超可爱。你车子要进来吗？要。现在这样拍出来真的超可爱的哎。这间咖啡厅叫做 In the Max， 很够追呢。好可爱，我终于懂你说的很可爱了。就是机车屁股的。嗯。而且影片都很可爱的。对。是要转去哪里？我要转。搞笑。这张超好的，很可爱。哎，你不觉得这样拍过去超可爱的吗？啊、就是有一点那种无限延伸的感觉。哎呦哎，好啦。还有。下雨了耶。对啊。那这样看一下。超美。是在韩国晚上的7点吗？7:30还是天还蛮亮。真的。你不觉得这里很多感觉很潮流的人会来吗？我觉得这里的人啊都很 fashion， 对啊，是都穿黑色的，就是柠檬棒蛋糕，柠檬
半蛋糕是5900，然后司康是3800。这真的便宜。嗯，而且它很大颗，这很好吃哎。超冷的，可能下过雨之后吧。你们看这边，回家。回家。现在很适合喝一个热汤。真的，有够冷的。安妞，早安。今天是礼拜日，然后呢，我们要去咖啡厅，然后办公。然后我们最近就是可以骑电动滑板车，所以我们现在要去找我们的滑板车。我们已经预约好了，然后他是说30分钟免费骑车。这是一个地图，然后他会写说滑板车在什么地方，离你最近的滑板车还有没有电路。Work it out, only time will tell. It's gonna take a lot. Yeah, 我们的车在这，找到了。然后我们刚刚已经预约了，所以我们现在只需要把车子扫描一下这个 QR code 就行了。耶、yeah, ，有听到吗？这个就是代表预约成功，已经可以骑了，可以骑了。你要先试乘一下吗？你给我好了，就是要先滑两下，然后才可以吹油门。这台比较好骑吗？这不会爆冲。这因为我们昨天试骑了一台会爆冲。好热哦，台湾是不是也热爆了？最近韩国最近天气突然变好热哦。Can we work it out? Only time will tell. It's gonna take a lot. 要持有韩国的驾照才可以。那我是已经用台湾的驾照换了韩国的驾照了，所以可以登录做骑行。对，好好玩啊！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下一次我去换驾照的时候，我再教你。对对对对对，如果大家有想要知道在韩国你要怎么换的话，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们讲，我们就带大家实际走一次换驾照的流程。我们到了，然后我们要还在这里，然后大家记得就是停完车要记得还做归还，就这里我们会写一个哦，看不见。然后反正就是 APP 里面有教你怎么还车，哔哔哔，有没有听到？然后一定要拍照哦，要把车子的位置拍起来。我们今天要去的咖啡是在王子里的一间叫做 Plant Coffee。然后他们家的甜点看起来都超级好吃的，那我会把那个咖啡的资讯放在下方的资讯栏，你们有来韩国的话就可以去喝看看，我觉得还不错，因为我去的咖啡厅都是韩国人比较会喜欢去的。哦，到了哎，就是再见啦 ，Plant Coffee。Days without water.We cross over borders to get where we are, and it's all for you. Ice Americano, it's all for you. Ice Latte, it's all for you. It's all for you. I did it all for you.It's all for you. It's all for you. It's all for you. Nights without sleeping, 'cause you fear the night. 这是我们点的马德莲两个，然后还有咖啡拿铁。
他们家都是橘色的风格，然后带一点点木头的味道，超级可爱的。我们最近很爱去这种咖啡厅，都有自己的那个豆子吧。对。前进往右边。耶、yeah, 我们要点了第二轮就是可颂松饼，然后上面有一个冰淇淋，然后再点了一个绿茶拿铁跟一个他们家的 Lane Coffee。这个超好吃的。就是我之前在野南东吃到有一间也很好吃，但是我觉得这间是目前第一间最好吃的。太近了。离我太近了，好痛哦！你刚刚是弹我吗？很痛哎、欸，用我的衣服背包。你看那 ED 啊，是一个车子，超爆可爱。我们来吃泡菜锅了，这间味道超香，而且网络好像很多人推荐。然后饭我们只点了一碗，嗯，鸡蛋卷，也很好吃嘞。里面有肉肉，嗯。那我们要吃饭啦，好吧。